大家好，我是 PSG 塔龙的经理土龙。那今天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今天我会逐一的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从我们的 Facebook fan page 上面挑选出来，就是大家有趣的评论。那我也会对他们做一些评论。OK， 这一则是来自邓良甫的祝福。希望 PSG 能够在常规赛表现不佳，然后季后赛表演一穿四，每局的波五都打满，最后拿下PCS 冠军。OK， 拿到冠军的祝福当然是很好，可是如果要每一把波五都打满的话，我觉得有点硬。我们会试着看看是不是每一个波五都三把打满就下课，最后拿一个冠军。谢谢你。接下来这一则是来自 Maple Moon 的祝福。希望能够春夏双冠，世界赛四强以上，让别的赛区知道 PCS 是一个大赛区。那我觉得今年就已经证明 PCS 我们是大赛区啦，因为你看看 LEC 的队伍跟我们打起来的结果就知道啦。OK， 这一则蛮有趣的，就是来自我们 PCS 超强宇宙战舰 Magic Esport 的回应跟他们的希望。那他们是说希望 PSG 能够拿到亚军，对，那很谢谢你们，我们会非常努力的去拿到世界赛亚军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希望你们也有好的成绩嘛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拿到 PCS 的亚军喽。OK， 接下来这一则是来自王立杰的祝福，他是希望 Maple 的黑眼圈消失。但根据我的观察跟就是近距离接触 Maple， 我觉得这有点难。然后当然我们也欢迎就是各大保养品的厂商跟我们联系，那请打下面这个电话，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合作的细节。谢谢。这一则是来自林哲豪的祝福，希望可以春夏双冠，世界赛不留遗憾。哟，你这个双压我给过，下去领奖品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收到的各种祝福跟回应。那当然还有很多也是蛮棒的留言跟回应没有收录进来，那就是还有机会的话，未来有机会继续办类似的活动，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。那也希望你们能在明年的这个 PCS 赛季能继续帮我们塔龙加油，我们会努力拿到冠军的。谢谢大家。